在阳明国中左边北头到台北的公路上面，在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很怪的车祸。一辆小轿车从北头开向台北，和一辆金字号的轿车在路上超车的时候，竟然飞过安全岛，落在左边道外的稻田里面，情况非常的独特。当记者采访负责处理这一车祸第十分队的郝振宇同志的时候，他说车祸发生的情形不知道，发生时间不知道，有没有人伤亡还是不知道。